妈呢？一般都要那个拼回去才对。没有看到，在这，在这。走，小姐，你要去哪里？这个没有。自由要到福田。哎，那个在新加坡，哎，那么远。我要先交到桃园机场，司机应该是有那个哈、哦，绕路绕远路，对不对？可以去那个工会检举。林小虎，今天4月25是你生日呢，国历。对。但是农历4月初3是爸爸生日呢，我们可以一起过生日吗？那。哦。超 lucky， 之前都没发现。对啊。水，一道没有食物，第三道没有金钱，请问他要先开哪一道？第三道有什么？第三道有金钱。金钱哦。对，请问他要先开哪一个？因为他要去开第三道。对，你看啊。答错，他要先开车门。对啊。好，在这里。在他的车上啊，所以要开车门啊。麻烦您电梯办案室了，另外车票有同仁接待您哦。好，谢谢陈小姐。谢。364。欢迎来天，欢迎来天。小，那我们先走到隔壁两侧。哎，哇哦！等一下，我要吃超多花生。欢迎来天。他们都吃吗？他们都不吃。那你们来干什么？他们来吃荷叶包的而已。荷叶包花生。来吃雪莲，我下次就不是吃有吃花生，哎，对，还有水莲。是我有要吃啊，我要吃那个肉肉，还有那个黄金荷叶。哎，对，我们还要吃饭，我还有饭。嘿嘿，我们是有颜色的碗。请问是哪一位冠军？耶，是我。哎，他生日。他可能需要帮我注册，他已经注册了。对，那今天的话，这个是换龙虾跟爸爸的二选。好，谢谢。你要说什么要换龙虾还是爸爸折？换龙虾了吗？好，对啊。小吴，你有做生日蛋糕吗？妈妈也帮你做好。有啊，然后图案都是我自己画的。你问小亮贝，等一下要不要去我们家打那个白熊？好玩啊。打什么？你问小亮。打白熊。有什么白熊？脚步生物的白熊。我们有这批那。你生日有打过彩球吗？你有童年吗？没有。你有打过彩球吗？打什么彩球？就他们这种东西，他们这些人会想出来。外国好像都有这样打。一个纸箱做的，然后外面就是。然后就爆开掉。对。使用龙虾的优惠券。对。好，那我就先跟贵宾这个证件。好，没问题。4月25，生日快乐。那龙虾的部分要什么口味呢？要辣椒还是黑椒？辣椒的话属于是甜辣的口感，黑椒的话属于是比较呛辣的口感。为什么要拿黑椒？他们不点他们吃哈，没有不辣的。目前龙虾的话就是这两种，所以才会就是问贵宾。好，那就辣下去了。黑椒的比较呛辣一点的口感。对，好，没问题。黑椒的话比较呛辣，是衬托出龙虾的鲜甜。为什么呢？花生。对的话，这个是九转粉肠跟手工焦香嫩豆腐，这两道可以趁热做享用。猪蹄冻的话，是吃胶质的，会带有点微辣的口感；再来是虾苗嫩紫菜，是酸甜的口感。像我们的双味洋葱，橘红色的是海南酱，会有点微辣；绿色搭配的是葱盐酱哦。青草水莲，谢谢。雪莲。没有筷子，我根本没办法吃。我帮你夹。木板火锅金荷叶包，稍后可以把洋葱肉丝包裹在荷叶包一起享用，但小心包子烫哦。嗯，好好用的，他们主要是来吃这一道的，也会太满了。你要来个大嘴？哦，没变厉害。就加两块。
哦，你会不会夹太多了？然后这里，很烫啊，你要小心啊！现在太烫了，小虎。我不止放屁屁，也有擦手手。多一点会不会漏出来？嗯，很烫啊。放小米粉，小心哦。拌一下再多搭配享用哦。我是妈咪，好，我先这样。上次有吃炒米粉吗？还有一个芋头，芋头鸭，肉骨茶芋鸭跟那个跟虾子的鸭。这个你自己拿。鸭。芋香鸭本身已经有咸度了，您可以先吃原味。他觉得不够，再搭配旁边的香菇、蚝油酱。大家明白吗？他听到我放那里吃了。小龙，你先吃这个，已经冷掉了，比较凉了。不用不用。你说你要吃三个啊、哦？吃得下吗？先打开。好，这边再一个。说是你需要的刀刀来，因为你会吃的高兴。对，应该叫你试的。妈妈，你不要不要它。我不用剥啊，好，吃现成的。三点都到齐了，龙虾的工具在这边哦。嗯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就又变成了水蒸。第一名是猪肉嘛？第一名。来，小郑爸爸。我吃了。他吃。你还要再吃一个吗？看，等一下。噔噔噔，小明最爱吃的。小明最。掉在地上。你还小明嘞？哪还是小明？然后剩下两个都你了。Yes。卫生纸，这是要拿好啊。再掉的话，你就还有一个哦。对，不太瘦了。嗯，爸爸是宝宝要穿围兜兜。首先呢，第一步先把他嘴巴的菜拿出来。这菜可以吃吗？这应该不会太难啊。这个头嘛。这个头而已啊，对不对？都已经解开了、啊。再加个手指。怎么了？以我吃鱼多年的经验，这个不是大问题。你看，这一块是夫人的。哇！来，给你。哇！哎，给我表现一下好不好？你在跟我抢这一块呢？以汤匙代替刀子。甜甜的，你那个用手套是什么意思？啊，用手好像比较快哈、哦。对啊。是谁发明这个刀叉的？拿去，好，剩下就我们的了哈。哦，爸爸这块再给你，这块再给你。好。鸡肉。还要吗？鸡肉。不要。鸡肉。真的不要。鸡肉。这块。鸡肉。不要。鸡肉。吃掉了。鸡肉。我现在手太脏了。不是拍他们两个吃啊？拍你们两个吃啊？拍我们两个吃干嘛？要拍他们两个？小嘴，拍他们两个吃，点阅率会下降。这样的收视率。
是小龙虾，跟前头上两个很像。这头还能吃吗？嗯，还没有。有。你看那一只很像那个姐姐，那一只像不像海绵宝宝那个虾吧？好了，一般都要那个拼回去才对。哎，不同只哦。我跟你翻译。好嘞。可以，你看爸爸那边是金龙虾子。好嘞。你的好嘞。这个。变好虾，好虾。姐姐看。脚要把它绑住。找几只脚蛋脚要。龙虾几只脚？姐姐龙虾几只脚？八只吗？六只吗？七只吗？九只吗？十只吗？好，这样讲。这样吃了好像可以。还有米粉可以啊。你看，还有挂包哎，我不行。然后挂包你要吃吗？这个很可爱哦。你看我原本谁啊？你要挂包？你有吃挂包吗？姐姐你看。那你吃一个，不要。芋头给你。我这盘是姐姐的。好。下片的就这个关注是因为我们现在拜。再测，你等一下啊，你要点，这片决定还有张家界都会出现，不用讲，你就办。你要去啊？看价钱对不对？会滑、啊，下雨啊！爸爸，你好。香蕉肥肥可不可以到我们家来？等一下你问他，你邀请他。等一下你邀请他。要怎么邀？啊？要怎么邀？说香蕉肥肥，等一下来我们家，帮我请香蕉。等一下要来我们家帮我请香蕉。蛋糕吃吗？司机山海关，谢谢。欢迎搭乘，请系安全带。以基隆市日间费率开始计费，75块了。这计程车太黑心了，我们绕了地下室出来就收5块钱了，要去检举。哪有人在地下室就按表了？上车就按表。我觉得坐计程车会有点怕。100了。如果遇到这种司机的话，哈，我是也有养司机的，在老人家到那边，我都会把他菜提进一下家里面。150了，105了，太快了！太快了！对，我好久没坐计程车了嘞。太快了吧？妹妹，这是你第一次坐计程车吗？已经是第二次了。第二次了。以前有坐过一次。哦。所以这是什么叶子？尤加利啊。尤加利哦，无尾熊吃的那个、啊、不是无尾熊，另外一种尤加利哈、啊、从我们基隆回到我们家这么贵啊、哦、要200多块。你们之前搭的应该是旧的表，应该是吧。嗯，然后多少钱呢？现在是240。只是到这叫上去200公尺要多5块，到这我们到这下车就好了吧，司机，没了，没挑，到这坡上就要多收5块啊！我跟你讲了，好吧，司机要加好了啦，要加啦。还剩下几个？上去就是240。哎，你给我塞200公尺好啊！猜对了。
这边下。嗯。也是可以停。我们等一下好，那我等一下再开始开，我这样下一张。停止计时，总金额245元，请记得随身行李，并索取乘客证明。拿去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乘证明。请注意后方来。